别烦恼，白斩鸡腿最好吃的做法在我这里，不信你就把它看完。鸡的右腿凉水下锅，你只需要放姜葱、八角、香叶，盖上盖子把它煮熟。空碗中调汁，放生抽、陈醋、芝麻油、姜葱、蒜、白糖，朝着小姨子家的方向搅拌均匀。煮熟的鸡腿戴着手套把它撕成条状，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去。看完您就可以学会跟我学做菜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就差您一个双击，我就可以上热门，感谢您对我的支持。